胖丫，抽把龙珠。小妹在这儿呢，坐着抽吧。好嘞。一号大龙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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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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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胖丫，我中了一号。呀，手气这么好呀！我手上有环呢啊，中了一号，你早点对吧？哎，好嘞。哇，一号龙珠，你可是我梦寐以求的。那我再抽一把啊，给你一块。抽吧抽吧，一块两把啊，不能多抽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才不多抽呢。二号大龙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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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号大龙珠。哇，这怎么又中个一号啊？这咋办？哎，你中了多少号呀？你跑啥呢？龙珠不要了。哎，你们说，二狗子为啥跑那么快呀？胖丫，哇，发财了！这么大的票，把你的好吃的好喝的全给我安排上。好嘞，来喽，一共五块钱，找你五块啊。哎，胖丫，你先不要找钱啊。我和你玩个游戏，如果你要是赢了呢，你就不用找我钱了；如果你要是输了呢，这些零食我就白吃，怎么样？白吃？啊，行行行，就是玩花神。来，这还不简单呀？哎，再来。哎呦，这个怎么弄啊？输了吧？哎呀，没发挥好，这钱是我的了。哎，慢点，我考你个问题，你要赢了的话，我再给你个零食大礼包；你要输了，连同你的带钱全给我留下。行啊，反正我是个大聪明。羊圈里冲进了一群狼，大一水果的名字。啊？水果的名字？杨桃？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狼来了，羊害怕，那不是都逃走了吗？真不是杨桃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不对，是杨梅。杨梅？为什么呀？那狼把羊吃了，不就杨梅了吗？不对，你对不对？你咋不对？不对。哎，那你们说是二狗子说的对，还是胖丫说的对？猜成语，每猜对一道，奖励一个大饮料。准备好了吗？出题吧你。这个是什么成语？一个波字，三个折字，一波三折嘛，这不是？对了对了，来，奖励你一瓶可乐。这也太简单了，再来再来。这个是什么成语？一个五，一个十，一五一十，对不对？恭喜你答对了，奖励你雪碧一瓶。继续继续。哎呦，不错不错啊，语文学的还可以。来看这个是什么成语？面面刀刀刀，大同刀削面吗？这也不是个成语啊。给你提示一下啊，两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两面三刀，孺子可教，一点就透。来，奖励你一瓶矿泉水。最后一题了，这可是个终极大奖，龙珠大礼包加一瓶小香槟。看好了，这是什么成语？啊，这就几道横儿，这念什么成语啊？这都不是字儿啊！不知道，爱谁谁，反正我拿了三瓶饮料了。哈哈。这道题答不对，前面三瓶饮料都收回啊！提示你一下啊，五道横杠，这三个长，这两个短。哎，你们说这是个什么成语呢？哎呀，今天一天就卖了五块钱，还收了一张100块钱假钱，我得让它体现它的价值啊！哎，有了，胖丫，哎，我抽把动动乐。涨价了啊，1500，现在2块。为什么呀？好好，哎，你啥也没看到啊？哎呀，我眼睛怎么什么都看不到？刚才飞了个蚊子进去，我什么也没看到。2块是吧？来，给我抽一把。对，抽吧，2块一把。好嘞。哇，胖丫，你看我中了100块。哎呀，你怎么一下子把我100块钱抽走了？我里边就放了3个。哎，别抽了，别抽了，那再抽就涨价，10块一次啊！什么？里面还有2个100块，10块一次是吧？来来来，20块，我抽2把。抽吧抽吧。好嘞，我看看100块在哪呢？嗯，这儿没声音，这儿一定是100块。哈哈哈！嘿，啊，这个怎么是空的呀？那这个呢？哎，啊，10块钱买个荷花丹，里面什么还没有。
捡钱眼开，你看贪小便宜吃大亏了吧？还有两张一百会在哪儿呢？来胖丫，我再凑10吧。你身上还有别的钱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今天下班了，我不成了，关门了，你走吧。不对呀，胖丫为什么借钱他不挣呢？这忽然间就下班了。胖丫，我谈了个女朋友，她今天过生日，她说她想吃辣条，你就照这个单子给我拿。谈了女朋友啊？你朋友过多少岁生日啊？六十大寿。啊？六十大寿？好，我给你拿，给你拿啊。拉屎烫？什么屎拉出来烫呀？哎呀，你有没有文化呀？那叫拉屎烫，这个。哦，我妹妹画，我妹妹画，给。我去，啥鬼？这又是什么呀？这不是吗？这是啥鬼？哎，这是酒鬼牛肉味儿。哎，给你，惊人梅，大长令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说。大长令，惊人梅，给，一共5块。才5块，来给10块，不用找了。咱现在有钱，走了。有钱真好。哎呀，这明天都要过期的零食，我买一包送10包都没人要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有了，我不但今天把它卖出去，我还要高价卖出去。你们看我的，胖爷。哎，你找什么呢？我刚买了条金项链，刚才还在这放着呢，这么一会儿找不着了。哎，你今天买点什么呀？哦。那我买什么呢？哎，我买2包辣条。哎呀，买啥辣条呀？咱们都街里街坊的，明天才过期呢，我送2包吃。明天就要过期了，你让我吃，我才不吃。胖丫，要不你把这明天要过期的零食全送给我呗？给你2包是人情，你要全要了，我这辣条可卖的贵啊。贵？你看我们家的条件，怕贵吗？谁不知道我们是十里八村的万元户啊？来，卖多少钱？哎呀，这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那我听你说，10块。哎，算了，你也不肯出价。我不肯出价，50总行了吧？哎，我这辣条可不是一般的辣条，要不是明天过期，能换一套房。哦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100总行了吧？哎，不行，不行。200没说的了，再你要是不行的话，我不要了啊。哎。怎么喜欢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卖给你吧，连盘子翻脸。行，我走了。你们说我是个大聪明不？那条金项链不值2块钱，是我在地摊上买的。胖丫，我和我们同学玩龙珠，他们几个合起伙来，把我的1号龙珠引走了。啊！哎呀，别哭了，这么大人了，哭啥哭？来，给你抽。你1号也没有了，2号配色都没有了，你这都让我抽啥呀？哎呀，你真是麻烦！来，这不就有了吗？来，抽吧！你中了以后比他们大。哎，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呀！哎呀，算话！一号！哈哈！哎呀，你这不是10号吗？啊，10号！哈哈哈哈，又没中1号！哎呀，别哭了！我给你把这零撕掉，不就是1号了吗？来看好了，你中了1号啊！来，把1号给你。嘿嘿嘿，这下我比他们1号楼中大了。哎呦，这孩子哭哭啼啼的，我可惹不起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像二狗子一样，遇到困难也是哭哭啼啼的呀？